现在才刚刚做完第三季，不是的，因为比我们这个节目要长篇的多的节目，我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刚刚上线的第一季的发刊词之后，其实人在上了，现在是上了这个问题，我发现啊，在今天我现在人人都说全球化，对，现在变成这样，就是每天。
春富苑酒馆，千里马内在那边有一个桥呢，从千里马内。2020년이다. 야, 광수야, 내가 이거 2000.
Let me sing forevermore.